我是因为做志工，在这边这个环境也可以，我交到一些很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大家见面就是很温馨这样子。我对这个志工做了20几年，从来都没断，而且我进入一个馆有头有尾，不会说啊中途就走掉。我24年来都是。应该是说，每天都很兴奋。